更新一期三反直线，这里出去就到杨桥路了。已经全部商业化了，真正过去三反七巷里面的房子，只是保留了一部分的门面，里面完全都变掉了。我们刚才是从那边进来的，准备在这边绕一圈然后出去。也很久没有逛那个三反之巷，现在真的只能走一走。星巴克看到了吗？你看上面很多都是窗户都已经是玻璃的，所以整个变化都很大了，很漂亮，还是挺漂亮的。